又放小包内，用小火加热至70到85度。把菜油倒入粉类盘中，用手动打蛋器拌匀材料，加入牛奶，分三次加入蛋黄，拌匀备用。香草精、柠檬汁、糖分三次加到蛋白中，打至起大尖顶。把一半蛋白霜分两次加入蛋黄糊中，初步拌匀。把蛋黄糊倒回剩余的蛋白霜中，轻手搅拌均匀。蛋糕糊倒入小焗盘中，用筷子打圈，或在台面动2到3下，动走大气泡。水倒入另外一个盘，把面糊倒在焗盘上，在台面摔几下，以消除大气泡。小焗盘放大盘中间，放入已预热焗炉，以150度焗60分钟。立即撕开烘焙纸或油布，让蛋糕散热，古早蛋糕就完成了。